十七日即将发表新专辑《王菲》的萧敬腾，在当天于台南将举办新歌发表会，该场特别来宾就是黄小琥。今天两人特别先来一场媒体试听会，两位新老实力派唱将聚在一起，是要为听众带来一场听觉盛宴。这次我真不在乎，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，走向云端，慢慢永无止境的流。你走了，请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。在一众新人中可谓一枝独秀，可到底姜还是老的辣，两人的表演还未正式上演，萧敬腾就被灭绝师太轻易的摆了一道，搞得冷汗直流。有时候你敢讲我不敢做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一起用这一支。白痴，这一支哦，捏把冷汗哦，这一支啊，其实你一个男生都给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炼，如今萧敬腾在面对媒体时已经不再那么羞涩紧张。他透露，七场演唱会的嘉宾场场都会不同，除了黄小琥之外，还包括大嘴巴、许茹芸、方大同、飞儿乐队等。特别来宾其实蛮多的，包括小琥姐，那还有大嘴巴跟许茹芸，还有徐佳莹、方大同，还有FIR。那其实很多很多，到时候大家如果来看就会知道。